打架的徐晓东骂人，我见一次指责他一次，而且我在我的微博公众号上都指责他骂人。由于骂人，新浪把他几十个微博全封了。可是你看这个人叫雷公太极的，他骂人比这个徐晓东骂人更无耻一万倍啊。徐晓东就嘴上说，你看这个人老傻逼，这什么字儿啊，结果他还是个实名的大 V 啊，关他骂人老傻逼1243个转发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冰说，公然在网络上侮辱他人寻衅滋事还不抓吗？哎，新浪能把徐晓东的几十个微博都封了，因为他骂人。这个人啊，逼逼不离嘴的这个雷公太极，居然还是一个认证的黄标的大 V。 今天太阳出来了吗？